我觉得超棒，而且我觉得上课的时候超安静，就是可能比较可以读得下去，而且很好玩。我觉得小班制比较，老师比较能顾及到每个学生，就是而且大家都很和谐，就不会有什么争执啊，或是上课很吵之类的。就是因为人数变少了嘛，所以上课就会变得安静，是比较可以专注一点。上课的时候可以比较敢问老师问题，然后可以比较多人，可以比较少的人对上老师。很好玩，感想，很好玩。这几天呢，就是这几天上课就是很安静，就是不会像平常一样很吵，然后会让自己更投入读书的感觉。然后班上安静很多，就是读书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专心，上课的时候也是，上课很安静。上课没有感想。